感恩我起来。我那是同款的答案，无想要替叶生的查囡仔关税，做那买出班，唔知影叶生拍算要安怎？既然我来啊，当然嘛是拍算好啊。我甲斗三工过的人哦，拢是真心的听话的，因绝对袂伫个事后存过嘴无份，阮就想过来找我麻烦。代表着这样的认定，我也喊刘氏的小林。像你死皮烂骨的人，一般来讲，拢是啊。那安尼，我就只好照台本的看法，带阮如意搬来临时也是一边偷谈生活。因为我这爱找麻烦的人，最近无一定发现到，临时也是边啊迄块地地主要去学校，所以我想要来拜托一位地主，把迄间学校去做秘书学校，让阮如意去读。真歹势，我听无你讲啥。代表是翘翘人，应该是无需要我讲较白才对。想要讲啥，一边讲个清楚。麦了，总共有一点仔空啊，胖就想要威胁我。我饭吃吃，唔是用吓惊大汉的。代表你唔当误会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做人老爸，因为烦恼查某囝真多。所以特别来困求代表帮助阮达成愿望，绝对不是来找麻烦的。当然啊，人是互相的啊。代表若欠到三工，我嘛一定会全办法答谢你。就譬如讲，临时也是边啊迄块地地主是啥？这个代志。我要把嘴打起来，袂走无方向。代表现在应该清楚，那是予夜市遐头人知影，你甲大家过去临时夜市遐，毋是真正为了大家将来的设想，只是替代表领导擦地皮尔。恐惊遐个人，就袂予代表遐尼好食亏。维国工作回来啦，这好像若传出去，连夜市改建的工程恐惊啊，嘛因为官商勾结的嫌疑，代表恁先生的建设公司，到时就看有吃无，敢打给你。这件代志。你想要怎样？台北何必问这多呢？只要当让阮查某囝转去读美术班，阮爸仔囝就离开家。哪唔讲？特别想要我替你开嘴。其实嘛，无代表想的遐尼复杂。去地检事务所调阅一下资料，就会知影。只是其他的人无想到要安尼做尔。代表你放心。除了你以外，我对什么人都唔捌讲过。过两日我去见校长，伊若有需要经费补助，应该特别顾着恁查囡入去美术班啊。那安尼，我就先甲代表说多谢，请代表确定以后。通知我，我想来做，都不叫代表。上街嘞，有需要到三江这个来。多谢。唔对嘞，地震事务所啊，不是夜市啊。那有人无代无就去调资料，这一定是有人甲指点的。
钢管。你卖随便放告假人哦、喔？我想袂到，你竟然对我使这款手段啊！我唔知影你咧讲啥。你刚才在中哪里讲？唔知你咧变鬼吗？除了你，都有像知影你不是也是你阿弟，就是阮家的。你叫汉良摕这件代志来威胁我，哎，我替因查囝做起秘书学校，唔是你放告假人是啥？汉良。你应该知影我会做人，我无可能安尼做。哪会无可能？你安尼做，敢毋是为着要替蔡元豪出一口气？无你安尼好钱，伊伫你心目中的地位偌大，我看甲一清二楚。那照你安尼讲，也含量伊头听，伫我心目中的地位，唔着更加重。我若是叫也含量去有影，对谁有错？是因查某囝呢？人心塞伫腹内，现在你怎顾？我知影我对不起你，所以这几年来，就是你的代志，我做的哦，我拢嘛是跟你斗相共，会当片面冲突啦，我拢嘛是在后面，敢讲你生活内一点感觉拢无？你讲遮济，是我感谢你。我这世人干了一款，一款就够。甲你算迄个出款，虽然是拍你一面，啊，不过我拍起来算是我。我真是感谢你，因为是伊让我看清楚，你是一个外无经教、外无胆量的查甫人。你讲煞未？阿伯，我对你的婚姻，我都讲未煞。过去的代志。你要安那忘我，拢无要紧。啊，不过也看唔了这项代志啊，真是甲我无地带。有无？你家己心内真清楚。讲起来，我嘛真同情你呢。你想要替外校解决定金的代志，真简单啊，这二十万尔，莫讲是少。就算你给伊这笔钱。你嘛一定是心甘情愿。我看，你是好行都唔行，偏偏用心计搞尾来做动我表改建啦。可见，我头不听收你的钱。我甲伊无钱，我需要你来领钱。不用说那么好听，我看他是不求当年我那么天真那么好骗而已。难怪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好笑，你那么关心他，处处在维护他，你过来，他连一句感谢都没有呢。像他说我为了台风的事要去引导他的理论，你要替他出头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我的代志你卖管，我咧家己搞我的困扰你，听到无？你干那是伊困扰。我要甲外行斗相共，毋是因为我对伊有感情，是因为我看到幼稚你对伊妈妈，我就去二十分听你的代志，烦恼到连猪拢无得好好读。你还关心伊要创啥？你也不是爸爸。我敢那无希望伊变作另外一个我。
在幼稚的身上，我看到一个跟我同款的囡仔时代，一种受到环境压迫大汉的痛苦。烦恼家己无法度保护妈妈家的家，也搁有对爸爸的温暖甲爱分，迄种复杂的心情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当了解，所以我才会把尤其当作个囝看待。麦克讲，伊毋是恁囝。不管你想要要跟我哈斗相共，你拢无任何理由会当拍到家咯。这件代志，我绝对袂当让你再好食过。讲来讲去，你都是不相信我心。我唔对。好，安尼，我家也喊娘问不清楚。看是我咧放到家人，还是有人咧恶搞咧乱飞？来啊！我等你白搭，找我来创啥？注意看麦啊！阿姊。无人看的，靠我动手，对吧？我跟你讲啊，夜车的人拢知影是你找我来的，你上好莫有回来。啊，生意好无？看我哪好嘛，好袂过收保护费的。刚注意你，收保护费时阵哦，发较大细声，讲要维护大家安全甲利益的，结果咧，夜车啊嘛是爱还收回去。你是保护着啥？你毋是属东京外海的，伊强要无头路啊！这就是受你保护的结果。我无必要去保护啥，因为我收的毋是保护费，是管理费。我要管理的，就是参照你安尼达到作怪，欠人管的卡少。你讲啥在作怪啊？啊！你唔好我顾你个大，三工两工走去饭店了遐，讲一寡有诶无诶代志，我是你就是作怪，你就是欠管。原来你嘛知影，临时也是边仔迄块土地是恰恰因兜诶哦。你是听谁讲诶？会惊？会叫就表示你甲恰恰是共阵的，恁两个一个搬白面，一个搬黑面，想要利用夜市改革的名义，强迫大家搬去临时夜市遐，通我替因兜炒地皮对无？我问你是听谁讲的？去地政事务所查的。恰恰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是这个答案。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嘛是这个答案呐。要不，有一挂代志啊，都爱有本事才通样知影。你无迄个本事，上好是把这件代志放互袂记。长官，我是头一个看透你真面目的人，这就是我的本事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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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安怎讲我随在你，我敢那一句话，你查某囝被装下有代志啊？你家己去想办法，恰恰代表是无可能甲你斗三工。伊会甲我斗三工，伊已经答应我。你
还佫想要威胁伊，你就是跟我作对。像我这种无钱无势的人，哪会用一块手段？你是无可能管我查某囡仔死活的啦！我知影你的苦衷，但不过并无代表你会引起威胁伊。高主任，恕我拜托你，这件代志跟你无关系，你就莫插。冯代表已经答应我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。我已经答应冯代表，这嘛是你跟我的代志。我跟你拼！你怕没呀，我哎？怕，怕没呀，我还跟你拼！分数，看安稳呢？嗯，大妹，你别跟你聊。谁人袂使入去？你想看卖，人客要甲买裤，我唔查计数，是变哪体皮嘞？嗯嗯，像啊！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啊！你这摆拍伊，是拍到有趣味啊？吼！伊到底是做唔着什么代志？你别来个拍！你来遐创啊？这跟你无关，你闪！你给我代志，别加吵。嘿嘿，你叫我闪就闪，我小野猫呢？啊，不是你饲的细汉的呀？够在你画来画去哦，哈！你哪有才调？你拍我！你拍我！你拍！至少我够有 L 八。你拍！好，你拍！明白。好啊，明明啊，我无代志啊，你等伊啦。啥物咧无代志？点点啊！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哈？你甲我讲啊，我评决你。你讲啊！把这只小野猫请出去。好。我跟你讲啊，上届了，我小野猫是会共加油，我跟你讲哦。哎呦！啥唔对？你知影？我知影。我若知影讲你会甲我抱，我着中昼卖食遐济，歹势。咁差？就算讲恁两工无食，嘛瘦袂落来啦。谁？我跟你讲的话，希望你会记得。我跟你讲的话，希望你会记得。卖阁作怪，有听无？快点，行，咱来等。慢慢行，慢慢行。稍等。哎呀！你油水摕来。什么油水？啊！你遐一工共咧拍来拍去，一定有迄啰消肿退红的药水啊！
经啊，那边，安尼较紧好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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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这骨头，这骨头，来来来，哎，哈起来，哈起来，哎，去去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细里细里。好啦，妈妈，哎呦哎呦，细里吼，较紧，搁一步，搁一步了吗？好，你扶好，扶好，好，啊，你三号退不进去，爸，来推推的。爸爸，你想怎？爸爸又去想着。爸爸，你想怎又想着？伊哦，伊英雄救美。英雄救美，英雄救美，哪会又想着啊？啊，这个美女吼，淡薄仔有分量啦。如雅，紧嘞，去下烧水，啊，存一条烧饼进来，吼。好。穿条条，安尼我是免了推啦，紧烫啦，来。免啦，啊不偌严重啊啦。吼吼，腰去闪着，佫无偌严重，人上惊吼闪着腰啦。这腰闪着吼，若打点无好，吼到时阵就麻烦啦。我甲你讲，唔那是透风落雨会酸抽疼，较食力的会扛久哦。啊，你是要烫无啦？等下等下啦，嘛是要给我一点仔心理准备的。你有够笑开嘞！啊，是要准备什么啦？心理准备什么？我唔是要甲你手轻松报告啊！你是咧惊啥？哦哦哦！我家己烫啊。嗯，啊你烫啥呢？姑姑妈妈，害阮煞歹势起来。紧啦，读落。听呗，哎，别嘞，安尼让你试试的哦，哦，有较爽快啊。看袂出来啊，体格阁袂歹呢，你平常时有咧练哦，不哩啊定心结实咯。哎呦，哦，啊，哎。哇、哦！我惊猫啊！哇、哦！惊猫，惊猫就跳舞。咪咪呀、啊，我是腰闪着，啊，别个所在你免推啦。无喏，拢总爱推，我才重呢。我明仔载吼，你手举袂起要安怎？啊，你为着我，所以我着爱负责甲你撑好。上起码，迄顶八卦嘛爱推一个较功夫的。来来，拍过去，拍过去。把那个一关那里拍起来，我一日听乌人甲白帮吼，要带你去找伊，讲我知影出代志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啊伊本来看我插目啦，啊唔知影是安怎，莫名其妙就甲我拍起来。莫名其妙拍起来，哎，人一关明的是咱夜市的主意呢，啊暗的是咱遮的角头老大，伊这款地方的头兄，哪会甲你莫名其妙拍起来？是甚物代志啊？我嘛感觉奇怪啊。好，做你莫讲，我叫月下子啊去问一关，我就知啊。好啦，我讲啊，为着想要让阮如意转去唐美术班，最近我去找饭代表几落届，去甲拜托啦。哈？啊，你之前甲人饭代表安尼歹面相看、歹嘴相吗？你搁有面子去共拜托？面子有啥物要紧？要紧的是我干呐，万一是一个有权势、有地位的人，若无靠伊去好好管事，阮如意哪有法度会转去读美术班呐？是安尼哦，
啊，你去甲拜托，甲医馆有啥物关系？我嘛唔知啊，就江医馆甲我警告，叫我不准再去拜托彭代表替如意关税，我唔肯，伊就甲我拍起来。这尼啊阿爸，哈，人有人情理呢，老毛嘛爱有道义，安尼袂使，我要来找医馆理论。别别别，受伤去啦。干一款哦，因百姓官乌，嘴暗的吃人的老毛，有你讲袂清啦。爸爸，你咪搁想要跳转学好无？若为着我要转学，就要害你予大富妈妈欺负，无共主意拍，那呢，我甘愿无爱转学，嘛无爱参美术班。我知影你是惊爸爸受委屈，啊，不过爸爸努力受代价哦，因为台风伊妈妈已经答应要甲咱斗相共啊。真是的哦。嘿啊，哎，当然啊，是伊亲自答应我的。哎呦，笑亏啊，代表拢答应啊，一关可你落里头说啥？莫插伊啦，就甲你讲啊，老毛有你讲袂清啦。如意啊，你也较拍命，较认真画图，将来是吼，这美术班的第一名哦。替恁爸爸出一口气，安尼恁爸爸吼受的委屈就解脱啦。好，我一定拍命，绝对袂让爸爸失望的。乖。婷婷。嘿。哎，谢你，谢你。多谢你替我挂药啊！哇，我感觉有较好啊。是我爱甲你说多谢，你英雄救美呢？无咯，无咯，无咯。哎，那不是你为着我去甲江医馆呛声，乌林伊嘛袂对你起脚动手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我听你啊，你求我，咱互相无小欠。安怎啦？搁咧烦恼一关的代志哟。是啦，我是感觉真对不起阮如意啊。哦，拜托的，啊你拢想办法替伊转去美术班啊呢？是搁咧对不起如意什么？拢是因为我不要趁钱，才害伊对我死计互看袂起。万一我不要趁钱，才害伊妈妈跋倒吃苦。伊开一个家，是我害伊变成一个无妈妈的囡仔。如意是我伫咧这世间上上亲上爱的人，啊，不过我煞无法度为虾米，所以我感觉真对不起伊。虽然我是一个遐尼无路用的爸爸，啊，不过伊还是真爱我这个爸爸。所以我感觉更加对不起你。一个疼囡仔的善食爸爸，啊，比一个吼拢无关心囡仔的好业爸爸，佫较伟大。恁如意吼一定嘛是安尼想的吼。我看今日你莫去夜市啊啦，伫咧厝的休困吼，我加减替你倒卖。啊，收到了，我阁替你把迄物件送倒来，吼。多谢你。别客气，啊去陪如意啦，你紧入去。好。谢你，谢你。我谢你。多谢啊，吼。别客气。医生看药啊，吃吃，我叫小休困一下啦。哦，嘿，啊，妮妮啊，你今仔无同款呢，哈，安尼笑头笑面，吼，足神采的哦。嗯，
可能是吼大难不死的关系啦。啊，什么大难不死哦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讲起来话头长哦。白目，给我安尼卷卷卷卷卷起来，到头壳顶的时阵，娘娘，我就喊一声，警察啦！我伫半空中，就要摔落来啊！一咪咪，才一咪咪，我的咪咪就要变麻子啊！伫半空中，我要摔落来。迄短短啊，佮淡薄长长啊，迄几秒钟吼，我的人生，伫我的眼前，哈，闪电迄一般，一幕一幕扫过。人咧讲迄啰，人生亲像走马灯迄种感觉啦。哦。我咧想讲，我摕咪咪，摕咪咪，就还袂找着我的安娜达哈。我搁还袂摆出时间，甲金城武食迄个紫光晚餐，我就要变麻子啊！我唔甘愿啊！啊，不过吼，你的咪咪吼，搁伫个啦，也无变麻子啊啦。嘿，是毋是有啥物奇迹去救着你哈？哈哈，无唔对，都是奇迹。伫个道馆的榻榻米。要到我的尾嘴讲哈喽的时阵，嘿，一双臃肿的手伸出来，就安尼哦，按按狗站嘞，吼吼吼吼吼呢，我妈嘞吼的，这里，这里，谢谢你，啊。一望你啊，我着亲像吼，予王子叫着迄个公子啦。我阁有听着，迄声乐飘飘啊，远远啊，安尼传来。哦，哦，哦，哦。啊，不过我这公子做无两三秒钟，就无啊。啊？因为王子伊腰去闪着，啊，着变安尼。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，直直哀哀叫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安尼讲起来，是一关甲你做着哦。拜托你嘛，扁扁忙，一关，伊无伫个涂骹厝迄顶仔床哦，算袂歹个，伊接我，是汉阳甲我接的。哦，好佳哉哦，安尼，哎，是讲我咧，我听开播，我嘛听拢无呢，是安怎？一关哦，拢买有汉良哦去找恰恰，一直来阻挡。就是嘿，啊，不管一关以前甲恰恰是啥物交情啦，伊嘛爱看讲咱汉良，伊一个人伊是当亲爸爸对无？是。会当吼，互家己查某囝有较好的将来，甘愿甲人拜托孤钱，欠一句的份上。啊，一关唔对，爱替汉良甲恰恰求情。来颠倒过来，帮恰恰，啊，予汉良歹看，哼，动手甲拍，未计小到阿爸的过分。咪咪啊，啊，你现在是毋是有啥物误会啊？那普通是讲吼，一关甲汉良就毋捌冤家啦。不过一关这人嘛是讲道理呢，你真理上伊是徛会调的啦。啊，天也无参与即摆吼，安尼这无情阁无理。无啥物误会啦，我甲你讲，伊咧甲伊拍的时阵吼，我亲眼看到的啦。结果咧，伊阁警告汉良哦，袂当乌白来哦，袂当作怪。我亲耳听到。安尼哦，无连日我才甲问看卖，问看我上哪逐摆要爱为难汉良。我阿姐啊，我即马才发现讲汉良了不起，你看迄饭代表逐摆安尼甲侮辱、糟蹋。汉阳会当为着如意，一拜搁一拜安尼去甲代表拜托，代表吼感动啊啦，人伊答应啊嘞，要处理好如意转行的代志。喂呀，安尼真好，真好诶！如意吼有汉阳这个爸爸，有够幸福的啦。哎
我来今嘛才发现讲，我身躯边有这种中国好男人。什么中国好男人？哦，拜托你，人咧讲新好男人，就是少年疼某疼囝，啊，很容易无某啊，啊，就当然就算讲是中国好男人。哦，离婚过算中国好男人咯、哦。唉，伊迄个某吼，不懂事。无爱汉良，啊无吼嫁予汉良吼，一定足幸福。啊，若有介意，介意啊？哎呦，我歹势啦，你咧乌白讲啥啦？阿姨，我啊算讲啊，但若算讲啦，伊迄型的我介意。啊，我即型个佮伊迄型啊，袂合就袂合啦。无喏，三班恁两个就是袂哦。啥物讲？汉良个性较冲动，啊，伊若碰到代志吼，拢真紧甲人去冲突啦。哎，这款人哦，你若愈甲讲劝讲，莫汉良受伤哦，伊个性就更加控制袂掉。啊，若你就无同款，你较热心，你拢甲别人代志当作家己个代志。哎，啊，伊若甲人去冲突个时阵哦，你个骂比更加大声，你个手哦会比比更加紧。哎，这款人哦。人碰到讲有人在徛江边，啊，搁家出开，伊怎啊碰到冷静落来呢？对呢，是安尼呢。唔那安尼哦，你的个性虽然较急性啦，不过你看代志哦，搁真通光，啊，想真清楚，袂懵懂。那汉良哦，就真需要你这款哦，会来分析事理的人啦。我来姐啊，听你阿哩讲，我甲汉良真实是天作之合。是讲吼，嘛爱交阮看卖啦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吼，来试看卖，我甲伊是毋是情投意合的才子佳人？好，你是无用，我袂来走啊。好。咩啊？啊，你要走？嘿，阮家呢？门铃。